李姐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么难过？GoPro 掉下来的时候，把球杆敲了一个坑。我有一个可以治疗它的方法，那就应该可以抢救一下。Later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好，来展示一下我们抢救球杆需要的工具：锡纸，然后一点点水，一张纸巾，还有一个打火机。一点点纸巾，把它折小一点，沾上水，敷在它受伤的位置，然后用锡纸把它包起来，去烤这个地方。再烤一次。2000 years later，觉得应该 OK 了，然后用这个干的纸巾把它吸干，它真的都已经找不到在哪里了。哇塞，我太优秀了。